请问要都有说明书，老婆有没有说明书呢？老婆说明书：品名媳妇儿，通用名老婆，化学名称已婚女性，主要成分水、蛋白质、脂肪、核糖、核酸、碳水化合物以及少量矿物质。气味幽香，理化性质酸性，易溶于甜盐蜜语。性状本品为凹凸状，表面光洁，涂有各种化妆品，对钻石、铂金等有磁性，与名车豪宅效果更佳。使用时手感柔软细腻，存放时间久后会出现黄斑、起皱、松弛等现象，但不影响继续使用。功能主治单身恐惧症，对失恋和相思病有明显疗效，适用于烧、淘、洗、买、带孩子。副作用易出现妻管炎、耳根软、视觉疲劳、行为受阻等现象，严重不良反应者可致肌肉损伤。用法用量一生一片，捧在手心里使用效果更佳。禁忌：同时服用两片以上者会造成不良后果。注意事项：肾功能不全者慎用，规格偏重超标不影响使用，储藏以扶手贴而保存，避免与其他女性共同存放，严禁在外过夜存放。外包装各种时装、鞋帽、包包随季节变化而更换，有效期一生一世。批准文号见结婚证，生产日期见身份证，生产企业老丈人、老丈母娘。哎呦我的妈！